Seventeen 日前在仁川一连两天举行 Follow Uncle 唱，粉丝除了强看久违的是三人合体，他们为了 Uncle 唱准备的新舞台也是亮点之一。DK 在首日 uncle 时把裤子跳破，意外成为爆笑插曲。而全门感性的一面也惹得粉丝哭红颜。外场不止绽放烟火，还有精彩的无人机表演，想必让现场客拉们都留下了美好回忆。法治公主整理报道。